我是 Ubiik 科技的 founder and CEO 彭天豪。接下来我用一分钟的时间介绍我的公司。我想 主要原因是我对一些产品有想法，而这个产品对这个社会是有正面贡献的，所以我想要透过创业来完成。这个产业是 IoT 产业，它透过万物连接可以带来很多生产效率以及整个制造过程中 的提升跟进展，所以然后我选的这个能源产业对于我们社会有很大的正面的贡献，所以这是我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。我最喜欢日本幕末到日俄战争之前的这段历史，整个社会都朝气蓬勃，那让并且在这段期间日本从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，那有太多的人物跟历史在这里面都非常我都非常喜欢，所以我在从中学到很多，因此我喜欢它。这家公司从一个很小的公司，然后透过技术的创新不断的努力改善，然后全球市场的拓展，然后成为这个全球顶尖企业，所以它值得我们学习。